里面有一只手表跟一个超可爱的巧克力香膏，我们把两个香膏都装进去之后就会是这样子。看这一款暗纹系列啊，是时尚的简约风格。嗨，我是 Yuna， 记不记得我常常跟大家分享，除了发型跟妆容之外呢，饰品是一个可以帮造型更加分的好东西。那除了耳环、项链、戒指之外啊，一只有质感的手表绝对是可以帮你加很多分的。而且除了整体穿搭之外啊，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也可以决定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跟好感度哦。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 Marigold 全新推出的手表香膏礼盒。你们看这个礼盒啊，里面有一只手表跟一个超可爱的巧克力香膏。那我们先来看到巧克力香膏的部分，它的外形啊，直接就做成一颗巧克力的样子了，有没有很可爱，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因为闻到一个味道就想起了很久远的记忆，或者是很熟悉很熟悉的场景。其实啊，生活中的每一个味道都有可能会代表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所以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啊，很有可能就会留在别人的心中，让他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就会想起你。所以有没有觉得香味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香膏的外壳呢，它是做金属壳的设计，拿起来很有重量，质感非常好。转开之后呢，它是有双层的设计，基于卫生的考量，所以它的这个香膏外壳跟它的内心是分开包装的。拿出来之后呢，它里面还会有一个塑胶套来确保我们的香膏不会变质。打开塑胶套之后呢，还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封膜封住。那我们把封膜打开之后呢，就会是我们的香膏。那这里有一个小吸铁，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香膏直接安装进去。两个香膏都装进去之后就会是这样子，一次可以有两个香味，我觉得很棒耶。这款香膏总共有推出八种香味，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中性一点的味道，所以我选的这两个味道，一个是中性贵族香皇家橡木，然后第二个是男香魅惑海神。皇家橡木它是比较中性的木质香调，女生擦起来呢就会在温柔里面带一点点沉稳的感觉。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耐闻，像我自己都会把它擦在我的手腕这边啊，这样子每一次抬手的时候就可以闻到一个很有质感的木质香调。那第二个味道魅惑海神，它闻起来是一种很清新的雅致感。那我特别选男香也是想要给我老公用的，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大部分的男生都会喜欢，不管是在工作啊还是平常休闲啊，身上有这种清新的香味真的是会让个人魅力提升很多。那这个香膏它最大的特色呢，是它除了单擦之外还可以叠擦，总共有八种香味嘛，你可以去任意混搭出属于你自己的味道。而且因为它是膏状的嘛，所以你的用量其实是很好控制的，依照你用量的多寡，它的香味可以持续大概3到6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因为它的香味啊，闻起来真的是很有质感的味道，完全不输给大品牌，而且价位非常的亲民，我觉得 CP 值是很高的。那这组礼盒搭配的表款呢、啊，是这个酒红色的雪绒花腕表。其实这款手表的做工真的让我很惊艳耶，它的表款呢、啊、是先刻印花的纹路，然后上面再浮雕一朵一朵的雪绒花，它的这个花还是做炫光的设计，就会让它看起来更立体更精致。而且它在12点钟方向还有一颗锆石点缀，我觉得这样子一闪一闪的感觉很美耶，尤其是在搭配这个香膏有质感的香味，让整个人的氛围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可以让人变得更有自信，就推荐给你们咯。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适合送礼的 Marigold 对表礼盒。那我这次选的是很经典的黑白配色，因为我觉得黑白色啊真的是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颜色，无论你是要日常还是要工作上面穿搭，真的都很好搭配，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必备的款式。就它的表面是做凹盘的设计，然后刻度是做刻痕的方式，它这个系列想要表达的就是暗恋一个人的时候啊，要把它深深的刻印在心里，我觉得很符合这个理念。
你们看情侣一起戴这款真的超好看的，也很适合当做姐妹或是闺蜜的对表。那女生这款白色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表面是做炫光的设计，所以整体看起来是银白色的，我觉得看起来很耀眼，但是又不会太过夸张。再配上它这种链带的设计啊，会让整个人看起来很有质感又很有气场。男生这款黑色其实我也好喜欢哦，完全就是一个很轻奢时尚的设计，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黑表啊，但是你转动一下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光影在表盘里面跑动的这种效果，我觉得是一个平凡但是又很有魅力的设计。那这两组呢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手表礼盒啦。其实 Marigold 他们家无论是表款还是新推出的巧克力香膏都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啊他们的手表都还会有一年的保固，只要拥有过一次啊就会变成他们家的忠实粉丝了，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官网逛一逛咯。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订阅哦，拜拜。